新奇的杂技，最近呢，怎么讲？这版本算是他的轻松版吧。大雄，看我玩这个游戏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进来就是给你666转。反正呢，既然他送这么大的话，我们就来玩这个版本的。然后基本上这个游戏我会跟你们讲他的角色。哦，所以他一进来就送 VP， 然后跟钻石，难怪这么猛。欸，那其实很猛欸，他一进来就送这么大，然后有人应该问我说，欸，那你到底这样有什么用意吗？就是重点，重点当然就是他的。他的角色我等一下介绍一下。他的角色。哎。嗯，欸，给小蛋了。欸，那如果他送 VP 的话，我们现在不就有很多特权功能啊？那你给我介绍一下那个什么武将？欸，他是不是没有繁中化？多久？你感觉没有繁中化的样，繁中化的繁中道的样子。没关系，我等一下讲角色。奇怪，神器吗？哎呀，这我怎么讲角色啊？哎，我现在好像还在落入他的引导中。先跟你们讲一下角色。像这只就是，欸，它叫什么啊？糟糕，那个字我不会。好，算了，跟你讲关卡好了。像这边就是封印法阵哦，回去打一下。不然通关给你们看好了。哦，因为我们影片也是有进度的，我想说就先看讲到哪边。嗯，所以他前期会引导一些东西。